赞啊！哎呀，拜托哦！哎，阿冠廷阿姨竖起大拇指比赞，嘉义山区候选人陈冠廷找来王义川合体扫街，民众超热情。当下我那老公文，是不是？阿贝电视看到一半也要冲出来握手。大兵无啊，求起来啦！哎呀，当下哎，民众终于见到本人，说什么都要聊上两句。王义川在嘉义教学十几年，这回披绿袍出战不分区，黄金周末来到嘉义山区。选前最后一个星期天，我特别再回到嘉义，帮陈冠廷，冠廷五号啊，进东别哪个叫做五五六六不能往来，大家五五六六不能往。喊出五六不能亡，互相拉抬士气。至于对手无党籍立委候选人林国庆，站路口大声拜票，拼路站拍宣传影片，盼能催出年轻选票。选前黄金周，林国庆连三天到民雄、新港、竹崎扫街。脸书特别感谢竹崎乡亲，主要是上次选举，林国庆在竹崎乡赢了1000多票。投票日开始倒数，双方阵营走入乡镇小巷，陈冠廷邀王义川走市场顾基层，乡亲热情看得见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吴慧珊嘉义市报道。